弥陀佛，我们中华印经协会做了各种的书，漫画书、故事书、经典 DVD， 推广在学校、监狱、各佛教的道场、海内外所有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大转法轮。所以要感恩非常多的菩萨不断地在关心护持印经协会，也非常多的人不断地来要书 DVD， 到处到数十间庙去推广。愿佛陀的教法满人间，令众生离苦得乐。感恩各位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：中华印经协会。
护持印经协会就是帮助弘扬佛法，佛法能否久留于世和佛书经典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，因此倡印经书、铸印经书、流通经书，对续佛慧命有极大的贡献与功德。护持印经协会即是种大智慧的菩提善根，欢迎诸位大德踊跃加入会员，随喜功德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。中华印经协会，话拨账号19658482。嗨内影视嗨 channel， 网。说分别善恶所起经，祸害安息国三藏安世高义。佛在舍卫国，其还阿难宾底阿兰，时佛伤哀诸所有生死之类故，结出称为分别善恶，都有五道。人作善恶有多少，称慧有薄厚，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，何谓五道？一为天道，二为人道，三为恶鬼道，四为畜生道，五为淋漓泰山地狱道。人不求度世道者，生死忧苦不断绝，往来五道不得解脱。贤者侠人，掩于忧苦，见师则成事，不见则思师教戒。师教人去恶就善，是人度世之道。父母养育，老病死亡一世耳。佛度人万事不及，贤明智者以手思为之。佛告诸弟子，皆听我为汝陈说善恶之祸福。诸弟子皆长跪，插手言，诺受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慈心不杀生，从不杀得五福。何等五？一者寿命增长，二者身安稳，三者不为兵刃、虎狼、毒虫所伤害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寿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则长寿。今见有百岁者，皆故是宿命不杀所致，乐死不如苦生，如是分明，慎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取他人财物，道中不拾遗，心不贪利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增，二者不亡遗，三者无所谓，四者得升天，天上多珍宝，五者从天上来，下生世间保守其财产，县官盗贼不敢侵犯取其财，今现有宝财至老者，皆故是宿命不敢取他人财物所致也。亡无多少，令人忧恼，亡遗不如宝在，如是分明，
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不犯他人妇女，心不念邪僻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不枉费，二者不畏县官，三者不畏人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玉女作妇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多端正妇。今尊者见有若干妇端正好色，皆故是宿命不犯他人妇女所致也。见在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，人于世间，不两舌缠人，不恶口骂人，不妄言其语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语言皆信，二者为人所爱，三者口气相好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好口齿，他人不敢以恶语污之。今见有从生至老不被口谤者，皆故是宿命护口善言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妄缠人。佛言，人于世间不饮酒醉，从不醉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传言上士，进见常立，语言不谬误，意事患如意；二者家世修治，常有余财；三者假借求利即得，亦为人所敬爱；四者得上天，亦为诸天所尊重；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洁白自喜，贤惠小事，皆从故事宿命不饮酒所致，甚莫饮酒。佛言，人于世间不持刀杖恐人，不以手足加痛于人，不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欲不施于人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身体强健，二者卧起常安稳，三者为诸天龙鬼神所护视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乐无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身体顽具无疾病。今见有从生至老无有疾病者，是皆故事宿命不加痛于人所致。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，人于世间何心不嗔恚？见贤者敬之，愚者忍之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为人所称誉，二者人见之皆欢喜，三者身子安稳，以润则好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端正净洁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人善性，端正书好。今见有好人万人之选，皆故是宿命和心善性，人如所致也。不嗔恚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于人。佛言，人于世间孝顺父母，敬事长老，恭直谦卑，贤贵后起，后言先止，常教恶人为善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为人所敬爱，二者人皆道其善，三者自意欢喜，四者得上天，为诸天所敬爱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众人所媚爱。今见有善心孝顺为众人所媚爱者，皆是故事宿命孝顺敬事长老所致。如是分明，可作孝顺事于长老。佛言，人于世间用见小事，善心好意，敬事尊老，礼节兼备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仕宦得好职，二者在官及迁，卖买得利，
三者，百姓见之皆欢喜；四者，得上天，诸天见之皆欢喜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为王侯公卿作子，皆故事宿命，行礼作福所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骄慢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不悭贪，好喜布施，爱是诸家亲属贫穷者。若乞丐儿，饮食常当食饱，衣亦当完好，从事得五善，何等五？一者，财产日增；二者，为诸天下人所称誉；三者，为州郡国所尊敬；四者，得上天，天上所事；五者，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大富乐，为众人所敬。皆故事宿命，不施行善所致。如是分明者，亦可行得布施。佛言：人于世间有明经贤者，若沙门、道士，习往问度世之道，行不嫉妒贪爱高远贤者，从事得五善。何等五？一者得暇，二者多闻，亦多知多见，三者多尽探知，四者得上天，天上事所学，五者从天上来下生世间，及明经小道，为国家所敬重，亦为人所归仰。今见有明经小道者，此皆故事宿命，做道行德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行道德。佛说经已，诸弟子皆欢喜，前为佛作礼。佛言：听说作恶得恶。诸弟子皆插手言：诺，受佛教。佛言：人于世间喜杀生，无慈之心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寿命短，二者多惊怖，三者多仇怨，四者万分以后，魂魄入泰山地狱中。泰山地狱中毒痛烤炙，烧至真主，灼刺吐蕃，压肠破骨，欲生不得，犯杀最大，久久乃出。五者从狱中来出生为人，常当短命，或胎伤而死，或堕地而死，或数十百日而死，年数十岁而死者，今见有短命人，若行斑疮，身体不完，薄茧突鱼，或盲聋喑哑，求鼻塞痈，或无手足，孔窍不通，皆有故事宿命，屠杀、射猎、罗网捕鱼、残杀文盲、龟鳖、藻虱所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杀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偷盗劫人，强取他人财物，求利不以道理，欺诈取财物，轻秤、小斗、短尺欺人，若以重秤、大斗、长尺轻人，道中舍疑，取非其财，负债借贷不归，抵触以行护人，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财物日耗减，二者王法所及，觉知当孤，少有托者，三者若身未尝安归，常怀恐怖，亦自欺身，四者死后魂魄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烤炙数千万毒，随所作受罪。五者从狱中来出，随所负轻重常在，或有做奴婢长者，或做牛、马、骡、驴、骆驼长者，或做猪、羊、鹅、鸭、鸡、犬长者，诸禽兽、鱼鳖之属，皆是负债者。今言债不腐朽，所谓也。今见有下贱畜生之属，皆由故事宿命贪利，
强取人财物所致也。畜生勤苦如是，见在分明，甚莫取他人财物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淫逸犯他人妇女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，家事不和，夫妇数斗，数亡钱财；二者，为县官，常与垂帐从事，枉法所及，身当被孤，多死少生；三者，自欺身，常恐畏人；四者，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，铁柱振翅，身常抱之，作犯他人妇女，故得世殃。如是数千万岁，行乃尽。五者，从狱中来，出生为鸡、凫、鸟、鸭、人，魂魄无形，所着为名。今见有鸡凫淫逸，不避母子，亦无节度，亦有犬马之争，狗争渔夫，畜生之属，皆有性足，而鸡凫淫逸，独无止足，皆从故事宿命淫逸犯他人妇女，受是鸡凫身，当为人所惮时，如是勤苦不可述说，如是分明，甚莫犯他人妇女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两舌缠人，喜恶口，妄言其语，子贡高诽谤圣道，嫉贤妒能，皮子高才，从事得五恶。何等五？一者，多怨憎；二者，自欺身，亦从世人皆不信；三者，殊逢非祸；四者，入泰山地狱中，泰山地狱中有鬼从人相拔其舌，若以烧铁勾其舌断，若以烧铁狼铠刺其咽，欲死不得，欲生不得，不能语言，如是数千万岁。五者，从地狱中来出，为人恶口，此祸免缺。迷津简及众言，或阴哑不能言语。今见有事曹人，皆故事宿命两舌缠人，诽谤圣道所致也。如是分明，亦可神恶口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习饮酒醉，得三十六失。何等三十六失？一者，人饮酒醉，食子不敬父母，臣不敬君，君臣父子无有上下；二者，语言多乱误；三者，罪变两舌多口；四者，人有拂逆隐私之事，罪变道之；五者，罪变骂天逆赦，不必忌讳；六者，变卧道中，不能复归，或往所持食物；七者，罪变不能自证；八者，罪变低仰横行，或堕沟坑；九者，罪变必顿复起，破伤面目；十者，所卖买谬误，忘触底；十一者，罪变失事，不忧自身；十二者，所有财物耗减；十三者，罪变不念妻子饥寒；十四者，罪变唤骂不避王法；十五者，罪变解衣脱坤裤裸行而走；十六者，罪变妄入人家中，牵人妇女，语言干乱，其过无状；十七者，人过其旁，欲与共斗；十八者，踏地唤呼，惊动四邻；十九者，罪变妄杀重置；二十者，罪变抓锤射中食物，破碎之；二十一者，罪变家事，视之如罪囚，语言冲口而出；二十二者，朋党恶人；二十三者，疏远贤善；二十四者，醉卧绝食，身体如疾病；二十五者，罪变吐逆，如恶露出，妻子自增其所状；二十六者，
最便意欲前荡，向狼无所避。二十七者，最便不敬明经贤者，不敬道士，不敬沙门。二十八者，最便淫逸，无所畏避。二十九者，最便如狂人，人见之皆走。三十者，最便如死人，无所复视之。三十一者，最获得泡面，获得久病，正微黄熟。三十二者，天龙鬼神皆以酒为恶。三十三者，亲厚之事日远之。三十四者，最便蹲踞是常立，获得边缝和两目。三十五者，万分之后，当入泰山地狱，常小童入口，教父中过下去，如是求生难得，求死难得，千万岁。三十六者，从地狱中来出，身为人常愚痴，无所视之。今见有愚痴无所视之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嗜酒所致。如是分明，亦可胜酒。酒有三十六师，人饮酒皆犯三十六师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喜持杖恐人，以手足加痛于人，喜斗乱别离人，己所不喜强持与人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，自欺身，亦为人所患毒；二者，身为恐怖；三者，又数病疾；四者，入泰山地狱中，随所作受罪，久久万岁；五者，从地狱来出，身为人多病，身不离障。今见有多病者，皆故事宿命，喜加痛疾之所致也。多病不如强健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加恶于人。佛言：人于世间，常喜嗔恚，不合调。见贤者亦会，见愚者亦会之。不别善恶，但欲嗔恚而已。从事得五恶，何等五？一者，为自烧身；二者，意自乱意；三者，卧起不安稳，或忧会自杀；四者，入泰山地狱中，毒痛拷至数千万岁；五者，从泰山地狱中出，身为人面目长恶，色味黑黄熟。今见有恶色人，皆从故事宿命喜嗔恚所致，面丑恶色，不如端正好色，如是分明，甚莫嗔恚。佛法浩瀚无涯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既能开发智慧，更丰富生命。欢迎十方大众踊跃护持本节目，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想要改变，你就可以改变。如果你不想改变，十辈子你也改变不了。反正法师要讲法了，要开始睡觉了。因为你没有决心要改变，那你就永远不会改变。所以各位，一打坐就想睡觉人，太可怕了。因为你的脑筋就越来越差，越来越差。然后魔，你一打瞌睡，魔就来找你，你就会做出那种不可能做的事情，你都会做，愚痴的动作都会跑出来，你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，因为你的脑筋已经被魔睡魔控制了。所以明明有五个东西，有一个最差的，你就会拿到最差的，其他你都看不见，因为魔已经控制你了。所以那你这个就要靠你自己的很努力，一次两次三次，透过七次以后
打坐不打瞌睡就过关了。那你要不要精进啊？你要努力。所以有了惭愧心以后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就要很努力突破自己，突破自己。那第四个心呢？要升起什么心？念一下因果心啊，就要绝对的相信六道轮回、善恶果报的道理啊。所以相信因果，所以你就会守戒律，不敢去造恶，而且还会不断的布施做好事啊。所以相信善恶的果报，不想要乱丢纸屑了啊，用水用东西都种环保，因为种因果啊。然后有了因果心以后，命运就改变了。但是还要升起第五个心，念一下出离心。什么叫出离心？就是要解脱轮回啊。现在给你做印尼最有钱的人，难道不要生老病死吗？不需要轮回吗？反而有钱的人造业更多啊，大鱼大肉，大吃大喝，就很容易浪费。所以出离就代表出离轮回的痛苦。那轮回的痛苦来自于无明，因为有了无明就会起着分别的贪嗔痴的烦恼，有了烦恼就会造业，有造业就会受苦。所以有出离心的人，有些就马上就出家了。世间苦啊，我留在世间干嘛？结婚生小孩啊，有些女人很喜欢生小孩，很奇怪，搞不清楚啊。因为我爱我的男人嘛，我多生两三只多好啊，让他跑来跑去这样啊。然后你现在有了佛法，你叫你去做那个，哎呀，做人不是要来生小孩的，我们不是动物啊啊。如果要生小孩，那我也要为佛教生几个法师，那有用，牺牲自己那有用啊，那个是意义很大的，不然生出来干嘛呢？所以有了出离心以后，叫你结婚你不会想结婚，结婚以后叫你生小孩也不想生小孩啊，叫你去买房子，我干嘛那么痛苦贷款买房子啊？台风一来，地震一来，房不是没有了吗啊，有了住就不错了。所以有出离心的人，他就不执着世间的一切，他只想要脱离轮回啊，轮回来自于执着，所以他就会放下执着。有出离心的人不会爱钱，不会爱漂亮，不会好色。印经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